赢咗啦，耶！洗紧碗啊，等等啦，呢个我赢咗，洗碗都赢啊，咩事啊？就嚟过年啦，不过今年因为疫情，相信大家都会减少咗拜年。不过咧，话晒都系新年啦，所以今日咧，我就谂住同我同事 Hazel 介绍三款，等大家可以唔使见面都可以同朋友互动嘅游戏。冇错啦，咁我哋第一款要介绍嘅游戏咧，就系开台啦，港式麻雀任你玩呢个 Apps。喂 ，Tiffany， 你下载咗未啊？不如我哋而家即刻玩分铺啊！好啊，呢、這个游戏咧，除咗可以单机玩，大家只要开咗房之后 share 条 link 俾朋友，就一起玩噶啦。就嚟冇牌摸啦，我哋。哦，食。Yes， 七番啊！哇，七番啊，咁都食到。虽然咧呢个游戏可以同朋友有互动，但系我硬系觉得争咁啲嘢喎。其实如果你觉得就咁隔住个电话同朋友冇乜交流嘅话咧，咁我就可以介绍第二个 app 俾你啦，就系、叫做 House Party。呢个咧系一个可以同朋友一路 cam 住一路玩游戏嘅 app。今次我哋会介绍两个游戏俾大家。这个就是大人小孩都啱玩的 UNO。 哇，我 UNO 了，是不是按那个？诶，我赢了啦，耶！神不知鬼不觉我就赢了啦。另一个呢就是串字游戏，个 mon 会随机出现八个英文字母，玩家需要同朋友利用这八个字母在限时里面串出不同的英文字母，串得出越多英文字，咁你嘅分数就会越高啦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两个 app 啦，就系唔使亲身见面都可以同朋友有互动嘅游戏。咁呢两个 app 咧，佢无论喺 iOS 或者 Android 系统都支援到嘅。大家喺过年前记得下载定同朋友玩啊！拜拜。